贺龙和夫人薛明的合影，薛明长得很漂亮，有点像明星周海媚。这张照片拍摄于1942年夏，拍摄地点应该是陕北延安。照片中的这两个人，就是贺龙和老总和他的夫人薛明。1942年的贺老总已经46岁了，但他在这张照片上却显得比较年轻的。他的头发依旧乌黑、浓密、蓬松，他的脸上也没有多少皱纹。贺老总拍照一向是比较威武霸气，或者是露出一种睥睨万物的眼神。然而，在这张照片上，贺老总的形象却显得有一点生涩，眼神里也透出一股认真。贺老总认真的样子，真可爱，这大概就是爱情的力量所导致的吧。照片中的薛明，时年26岁，他是河北霸县人，在天津上过学。照片中的薛明，高高瘦瘦的，皮肤白净，五官精致，眼含秋水，妥妥一个气质美女。尤其是他那露出的牙齿，更给他增添了几分可爱。说到牙齿给人的形象增色，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明星，就是大明星周海媚。周海媚也是这样，经常是嘴巴微张，牙齿微露，给人一种说不出的美。都说薛明是延安十大美女之一，看了这张照片，你就知道人们的所言非虚。延安十大美女都有谁呢？有一个比较流行的版本，我给大家说一下。苏菲、蒲安修、曾宪植、吴光伟、孙维世、刘志兰、薛明、江青、范元珍、叶群。总的来说，无论是哪个版本，里面都有薛明。1942年8月1日是南昌起义15周年的纪念日，这个重要的时刻，贺老总和薛明结婚了。从这一天开始，他们成了一辈子的伴侣，直至1969年6月9日贺老总离世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贺老总的晚年遭到了某些人的残酷打击和迫害。薛明薛大姐不离不弃，尽可能的同贺老总站在一起，为他分担一切不公。在邪恶面前，薛明薛大姐表现得无私无畏，大义凛然。谁能想到，她曾是延安的十大美女之一，她只不过是个弱女子而已。订阅我，一起聊聊。